沙黑现在骑着小电驴准备上班啦、啊，然后马上就到达工作的地方。最近剪了一个超短的一个寸头，也不是特别短，反正就挺短的。如果你觉得帅的话，还行，可以把还行打在公屏上。OK， 这就是今天全程由我一个人完成的一个蛋糕，然后等一下带回家给家人一起分享这份甜蜜。这份蛋糕非常的健康，虽然说很简单。这里，宝贝，你在等我呀？你在等爸爸呀？鞋子又不穿。快，爸爸给你买了蛋糕，爸爸给你买了蛋糕，快提好，爸爸给你拿了蛋糕回来哟、哦，慢点慢点，哇塞，哎呦哎呦哎呦，爸爸提爸爸提，进去进去，嘿嘿嘿嘿，站好，爸爸给你开蛋糕，好不好？好。哇塞。哇塞。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哎呀，你这笑的，亲一个，笑得很甜的。要不要吃？快吃！唱生日快乐歌！打了唱了打了！快乐！哦，新年快乐！再唱，再唱！快乐！点蜡烛！你的生日啊，你的生日还没到啊！拍拍手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唱，今天也是。生日快乐！这次不要打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来吹蜡烛，快把蜡烛吹了，把它吹掉，再吹，再吹。还很忙的。哦，好吧，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，在这里鼓掌，在这里鼓掌，鼓掌。好，开灯，开灯，开灯。你这个开美灯，我干么灯？我看你这个口水。很想吃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吃啊，宝宝？好吃。吃好不好吃，宝宝？好吃。不吃了，吃今天这个蛋糕就好了。嗯。哎呀，给爸爸吃一口，给爸爸喂一口。
嗯，睡觉，两只老虎爱跳跃，想不乖乖爬路虎，我和小鸭子学走路。